今年四月雨水丰沛，适合秧苗生长的谷雨时节，我们到新北市石门区的松山聚落，在水梯田里插下生意十足的绿色秧苗。从谷雨到立秋，近四个月的时间，绿色秧苗已经结出金黄色的累累稻穗，一旁绿肥植物也开得插紫嫣红，水梯田富裕有成。但相隔几座山，这里的水梯田里富裕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早年生长在沟渠皮塘的柔美植物，常常在开发过程中被丢弃掩埋。一位学美术的农家子弟，敢于水生植物的独特美感，以自家水梯田成立水生植物庇护中心，让这些被弃养的小生命散发独有魅力。同样的，我们在水梯田里栽下水稻，也到了生命的新阶段。只是松山聚落的老朋友没打算让我们轻轻松松割稻尾。这里有一条奇特的古道，岭上同样有座土地公庙。早年商贩村人络绎于途，节庆的时候还会见到村人搬桌扛椅翻山越岭，是条充满生活情味的有趣道路。立秋时节，走古道，登高土地公岭，重访万里石门，看见农民和保育工作者充满爱意的栽植照顾，感受人与土地间温暖而紧密的关系。我们还没下田，三个多月前插秧择草、亲手耕耘的水稻，早已在心底丰收。由台北市东北方面的内湖士林区越过山岭，等于是翻到台北这个大盆子的外缘。这里迎向湿润的东北季风，山林蓊郁，溪涧奔流。古早的年代，先民依着山势开辟出一层层水梯田。时代变迁，水梯田逐渐消失。这几年有心人开始复耕水梯田，我们的老朋友也在万里这一带辛勤耕耘，只是他种的东西很不一样。老师，已经到了你的秘密基地了哈。对，我们刚经过这个山路啊，迂回了这个山中，来到万里的一个神秘的地方，就是老师的水生植物的秘密基地啊。老师，你这边有多少水生植物吗？种类是蛮多的了哈。那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环境，原来是梯田，已经看不出来它的样貌了，就像一层一层这样下去，到西边这样子。对，它是顺着这个坡度嘛，然后上面开辟这些水田。那以前这个地方是种稻子的。哦，难怪，所以这边就很适合来种水生植物。有几个好优点了哈，水源充足，啊，整个山涧流下来的水干净，它没有受到污染，所以可能一般别人的水域可能里头会有福寿螺，会有其他的污染物质，但是我们这边是最源头的地方，所以水一定是最干净的。这个地方来做这些种源的保育，算是得天独厚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对啊，走进来哦，就可以听到哗啦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音啊，表示这边水源是非常的丰沛啊。它再加上原来是梯田嘛，水稻田是，所以很适合栽种水生植物。不要看这样子，感觉看不出来啊，其实仔细看里面别有洞天啊。你看，就像右边啊、下面啊，哇，都是水池，而且里面已经种了非常多的水生植物。哇，老师，我们现在来到你第一池子，这个一看到就是很大一片啊。这个水是比较深的哈，那里头我们收容的是台湾屏风草。屏风草有看到挺出水面，要开黄色的花。那这批植物其实当时是从桃园龙潭那边救回来的。
桃园很多皮塘，对，那里头一些地主可能变更地目，或者整个皮塘消失掉了，那里头的一些种人，我们把它收容起来，当成一个、收容的一个暂置的一个地方。哇，所以老师这边也是我们水生植物的基因宝库哦，这数量蛮多的，除了黄色的屏风草，还看到白色的小花。哦，小白花那个是荇菜。哦，荇菜。荇菜都是需要比较深的水域，嗯、所以他们现在有时候会乱跑。啊，就是、乱跑的不听话。嗯、那这一棵比较特殊的，这个也是水生植物，是感觉像一棵树啊。它是一棵树没有错、嗯，它是一棵树，可能一两百公分而已、嗯，并不是很高大。我告诉你，这一棵超过上百年了。啊，百年啊，百年了。你要看它看它的高度是不准的，你要看它的根盘才是比较准确。哦，里面很宽很粗哦，非常的粗大。那这一棵是从宜兰五十二甲那边救回来的。那那边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种植物是我们原住民在当地是一种护岸，水岸的旁边的一种护岸植物。现在有很多的工程把这个水泥岸全部水泥化了，在工程进行过程中就把这些植物给挖掉了，丢掉了、嗯嗯、我们当时就发动义工去把这些被丢弃的这些植物把它救回来，百年的，上百年以上的树被丢弃啊，是、哦、太可惜了，很可惜哈。对啊，那其实我们先民非常的聪明，他利用这些植物哈、哦嗯、很自然的就在我们水岸里头形成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们现在只想到的是水泥，想到的是很简便的这些快速的方法。嗯、那我们当时在调查的时候，你看这个种在水域旁边的这些环境哈、哦，它这根盘就是很完整的护住了水岸。嗯，那里头有很多的孔缝，也是提供很多野生生物，比如说很多鱼类，甚至鲈鳗、青蛙等等居住的地方，所以对于整个环境是非常的友善而且完整。那现在把它水泥化了以后，当然那些东西就不在了。所以如果能够了解每种水生植物的特性，嗯、也许我们不需要用到那么多水泥，对，挖那么多的钱。对，哦、对，那这棵是碎花棋盘角哈、哦，其实我们原住民当时跟这棵植物混种在一起的，还有一棵叫做居巴拉，叫做枫香树哈、哦，这一棵。这棵也是从那边当时一起救回来的。嗯，哦，水爬了。对，那你看看它的根盘也是非常的粗大。嗯，它底下的根盘几乎跟翠花棋盘角它的年龄应该都是相仿的。也就是说，同一个时期，我们的这些先民都利用这些很天然的植物来保护我们的水岸，但是现在这些功法或者这项的专长哈、哦，很少人知道。所以，就会舍弃掉，我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当时把它救回来，其实有很多的用意。第一个，唤醒更多的人保护这些老树以外，更重要的是推广这些原生的水生植物，它在水岸里面保护的功能，而不要太多的水泥漫无止境的在我们的环境里头这样子施作，对环境来讲伤害非常的大。而且我觉得这个植物不只能够强化这个颠簸水岸，水岸哦。而且还可以美化这个环境。对，尤其它开花的时候哈、哦，很漂亮。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又是很多蝴蝶，像这个是蛱蝶的一个食草，在环境里面扮演的保护的功能。它又提供了很多野生动物的食物来源，所以它的效益其实非常的大。老师应该多一个头衔，叫水生植物救难大队的队长。他参加这个救难大队，可以跟老师联络，抢救台湾各地即将消失的一些水生植物或者一些老树。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们还是期待说原栖地的一个保育啦、嗯、很多的原栖地受到伤害以后，那这些种人我们当然暂时的把它安置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样总不是办法哦，我们还是在推广说在原栖地里头做一个长期的保护、嗯、那个才是根本的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碎花棋盘角又叫水茄冬，最高可以长到16公尺。木材轻软又容易腐朽，没什么经济价值，但却是一种优良的防风绿化、耐盐分的植物。早年农家栽种来护体挡风，又怕它长太高遮荫，影响稻作生长，冬季时会不断的修整矮化。陈老师是农家子弟出身，也保有早年农民的栽种习惯。碎花棋盘角和水芭乐就被维持着记忆中的矮小身形。虽然是农家子弟，但学的是美术，当过陶瓷厂的厂长。多年前因为朋友送的一株野菱，唤起他早年农村生活中对水生植物的美好记忆，决定将父亲留下的梯田改造成水生植物池。
开始抢救开发过程中被当作野草杂木的水生植物，在移动老树的时候还会告诉植物要帮他们搬家，搬到一个很美的地方。也因为这些植物原本就很美的地方更加动人了。哇，这别有洞天呐！靠，它水哦，每一集每一集，都是一直在更换当中。老师，你这边都是鲜鲜活水啊，柳暗花明又一村，绕来绕去，又出现一个水生植物的天地。这个池子保育目标是台湾水饺。哇，这阳明山梦幻湖的很重要的一个生物资源。哇，这个记忆就很深刻了。我们曾经跟老师几次在梦幻湖做那个金踏。对，梦幻湖又会漏水嘛。对，踩踏保育水饺。对，那梦幻湖现在园区地已经算是很成功的，持续交给大自然在运作。但是我这个地方最主要还是在提供一个基因的种源库了，算是分担它的风险，把这个种源扩散到这个其他的一地保育的这样一个功能以外，那更重要的是它扮演的环境教育的功能。环境教育。对，那当然你在阳明山梦幻湖这个保护区里头，不可能让一般民众那么的亲近，可以去踩踏、去碰触、去管理。好，那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机会，可以来认识台湾水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那它的一个生存机制，甚至于它各种面对各种环境的时候，它的一些样态有一些变化。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一个观察的点了。所以那个真的要来近距离的接触啊，还可以摸一下。对，那一般在阳明山梦幻湖，民众不太容易进入保护区嘛，老师，台湾水饺啊，算是很特殊的水生植物嘛。对，基本上跟一般的会开花显花植物一样，它是利用这些孢子来扩散来繁衍，它是蕨类，所以能够为什么只在台湾的梦幻湖会出现？那其实这个应该是跟水鸟有关系的。那这些水鸟扩散，从北往南扩散或者迁徙的过程里头，可能就是把这个种源带到阳明山的梦幻湖。而刚好阳明山梦幻湖的这个水域呢，适合它居住所以目前呢全台湾天然的栖地也只有在阳明山梦幻湖才可以看得到。台湾水饺是比较适合在比较冷的地方、比较温带的地方，是不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的。那金门它的纬度其实比梦幻湖还要来得低那但是那个地方也出现了水饺，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自然的观察有时候太武断的话，其实也不尽符合啊。有一些现况其实是一直都在变动当中。不过它比较特别，它是水生的蕨类。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蕨类就是比较在森林底层啊、路边这样子。对，它就是水中的，在水里面的、水里面的蕨类。对，那这个植物目前全世界差不多有60几种的水韭科的这些植物，以前都说梦幻湖是它的分布的最南端、最南线。那其实现在不止，是在金门。已经往南又到金门了。对，我们对于很多事情初期的判断都要再做调整。对，那因为阳明山梦幻湖它会有枯水期跟丰水期一个周期性变化，所以它对于水位的那种适应性是非常的强的。那我们也曾经做过实验，就是长期一年365天长期泡在水里面的，它也活得很好，而且繁衍的状况也都很正常。所以有时候一些研究啊，我们对它对已知的这些研究有时候会有刻意的去颠覆的一些现象。这是蛮难得的机会能够这么近距离接触到这个台湾水饺，还可以亲的摸一下如果想要来亲近的台湾水饺，可以跟陈老师报名老师有时候会办一些生态的营队，会带你来跟老板解说，让你来体验台湾很特殊的水饺。包子要比较老的年龄要比较大一点的年龄的，要不然它那个包子颜色还不够成熟的话会找一颗比较老一点的看看。可以看一下，那一般包子都是长在叶背像一些蕨类但是看一下呢，这个黑点这是块包子啊。对，怎么感觉就一颗的这种感觉不是，它是整颗黑黑的，就是它的包子囊群包子囊群是一整丛的，
是不是老师这边才可以亲自看到台湾水酒的包子，黑色一团的。嗯、通常我们看蕨类都带着它的叶背嘛，有这样一排咖啡色的，那就是它的包子囊。对，那包子囊群，哦，这是黑黑的，就是水酒的包子。台湾水酒是台湾特有蕨类植物，外表青葱鲜绿，看起来有点像刚出生的鲜嫩韭菜。但韭菜是被子植物，和蕨类植物的水酒关系有点远。几年前，我们在阳明山梦幻湖改善水酒的栖地，当时没机会近距离观察水酒。这次在陈老师的水生植物庇护所，竟然可以看到水酒的孢子，还真是大开眼界。行走在水生植物庇护所里，已经看不出这里曾经是水梯田。陈老师说，台湾各地抢救下来的植物还不断往这里送，看来水生植物的栖地还在不断的减少。枫香树是茜草科枫香树属植物，又名水芭乐、朱花树、小杨梅等。落叶性灌木，高1到3公尺，中国南部、印度、缅甸都有分布，在台湾主要出现在北部及东北部平地到低海拔的沟渠、河畔和住家旁，是先民重要的护堤植物，可以稳定堤岸，提供鱼类和两生类庇护。白色带有香味的花朵，也是昆虫的食草和蜜源。刚刚从桃园皮塘啊到梦幻湖，对，现在到哪里了？到宜兰的双连皮啊，宜兰的双连皮。那当时双连皮还没有开挖之前，其实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这些水生植物。对啊。那其中有三种浮叶性的植物哈，是比较特殊的。双连皮曾经有人说它是水草王国啊，是，水草是很多的，后来是被鱼吃掉了。对，那因为那当时有被放养了很多的乌龟鱼跟草鱼，所以这些非常珍贵的水生植物就这样子消失掉了。哇，非常可惜啊。那时候还有特别去记录双连皮抓外来种的鱼啊，今年累月抓了很久。还是抓吧。嗯，对，因为那个栖地很复杂，那鱼躲在里头，简直是，就是如鱼得水啊。哇，这边有两种菱角。哦，有。对，菱角，可是叶子感觉比较小一点。叶子比较小的，这个是小果菱，那这个是野菱。嗯，好，那叶子比较大，比较容易辨别的是看它的叶背。小果菱叶背是绿色的，那野菱的叶背是红色的。哦，有这明显。对，很明显。对对。那再来就是它的果实，小果菱的话，有看到菱角。哎，有这个小小的。野菱的话，找找看有没有，不晓得。好，来了。哇，这个这是它的果实，对，形状蛮像的，就跟我们吃的菱角是一样的，只是缩小版。但是，小果菱的话，它是四个锐角，四个，一二三四。野菱的话，两个锐角而已。哦，两个，像牛魔王啊。对对，像牛魔王。目前它还没有熟，所以它外面的那个果皮哈，会把它的那个锐角哈包裹住。那等到它完全成熟了以后，它那个四个锐角哈是有倒钩的。我再去找一个野菱，它成熟了以后的果实哈。哦，成熟了，这个已经熟了。嗯，但是它的锐角还没有出现那个倒钩。嗯，那这个是去年成熟的果实。哦，已经变黑色了。对，它沉在水底下，你看看哦。倒钩啊，会把整个叶子勾起来。嗯，那表示这个地方非常的锐利以外，它还有倒钩。嗯，那甚至于它可以附着在水草或者其他的植物身上，所以当水流在那边飘动的时候，它还可以很稳定的被固定在这个栖地，而不会被水飘走。啊，这是野菱石。这个成熟的果实有倒钩的地方，等它。这颜色是差很多的，这是今年的，那是去年的。比较重要的是气势，它有一个浮水囊，随时如果有动物要经过的时候哈，去踩踏，那它就会浮在水面上。好，我们找一片叶子观察，它的整个组织哈非常的严密，你看一下它们每一个叶子辐射出来的那个角度哈，几乎都用仪器去规划的
搞不好都还没那么精准，很平均的把它的水域哈去分散，尽量占据整个的水域，非常的聪明。老师刚提到小果岭的叶子啊，是精密计算这样展开哈。对。这样看有点像看那个万花筒啊，有那个花纹这样打开哦，一片万花筒的形状。对，这个是小果岭的花哦，感觉很小，对不对？而且一点点的粉红色，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可能都就忽略掉了。好小一朵，对，粉红色的。那有那边也有哈，那边开花了。对，哇，那边连续开两朵。也吃菇的后面。所以这边很多是过去双里有的水生植物，像这个是野石菇，野石菇哦，那那个是纯菜，哦，纯菜，对，哦，在以前双连皮整个水域布满了这种纯菜，但是也是因为气力的破坏，就这样消失掉了。所以现在纯菜也是越来越少，很少。双连皮是台湾水生植物的重要栖地，经过多年开发和保育的拉锯，好不容易保留下来。但栖地内养殖鱼遗骸到现在仍无法根除，是美中不足之处。多年前，陈老师被一株野菱的美感触动，到野菱园栖地双连皮探访，见识到水生植物在自然环境中那种柔韧多变的生命力，从此一头栽入水生植物的世界，也开始不断从双连皮抢救水生植物。纯菜之外，会捕捉昆虫的黄花狸藻、台湾特有的水射柳、野菱等等。除了本土植物，像鸳鸯湖的东亚黑三棱这类外来水生植物，也在它的抢救之列。陈老师认为，无论本土还是外来，只要在自然状态下曾经出现在台湾的水生植物，都不应该因为人为活动而消失。在这样的理念下，陈老师的水梯田已经成了北海岸山间美得很有特色的地景。水梯田的本意其实是为了另一种水生植物水稻。在稻米还是主要粮食的年代，台湾雨水丰沛的浅山地带处处可见水梯田。今年四月，雨水丰沛的谷雨时节，我们和石门松山社区的老朋友一起下田春耕，隔了从立夏到大暑一整个夏天，期间还来意思意思的收草照顾，直到夏秋之交的立秋，该是回到水梯田收成的季节了。老朋友特别留下这一垄金黄色的稻作，其他废耕已久的水梯田则种下绿肥植物百日草。老朋友希望我们有始有终，他们体贴的心意我们岂能辜负？更何况除了专业农民，有谁能像我们这样采收自己栽种的稻米？一行人兴高采烈的前来，没想到松山社区的老朋友想得更周到，除了耕作，他们还期待我们能了解旧时的山村生活。于是我们得踏上一条充满感情有很多故事的旧路。季节流转了，节气已到立秋，秋天是一个浪漫的季节，也是许多农作物哦要丰收的时候了。尤其记得我们在四月谷雨的时候，在石门松山水梯田哦插下了秧苗，那经过夏天大家舌燥努力的结果，听说现在已经结穗啊，而且是结实累累的，所以也是要丰收这些稻米的时候了，心情是特别的高兴啊。那经过这几个月，松山水梯田颜色也起了变化，之前都是绿色的秧苗、绿色的梯田哦，渐渐的由绿转黄哦，那现在应该也是充满这种金黄色的稻穗，是非常漂亮的。坤弟大哥他们也种了许多的花草、百日草，百花盛开啊，姹紫嫣红，非常的漂亮。那形成除了水梯田之外，另外一幅非常缤纷多彩的一个景观呢、啊。不过今天到松山社区啊。今天不是坐车去了，今天要走山路过去，所以今天是一个怀旧之旅，还要跟一群老朋友一起走翻山越岭到松山社区去看我们的稻米。老朋友都到了，而且今天阵容还是一样非常坚强哦。哎，李叔弟，哎，大家好，哦，大家好，走走走走走。
哦，这个看，我阮之前种迄稻米啊，已经成熟了嘛吼。嘿，成熟成熟啊，即马有一部分挂起，啊一部分还袂挂咧。哦，是啊，等下要挂咧。嗯嗯，啊，阮种的迄拢会使，会使挂，会使，会使挂，会使挂吼。哦，我们今天阵容坚强啊，今天除了理事长之外，总干事啊，还有大哥都到了，哎。总干事，哎，总干事，你好的，你好的，今天一身劲装啊，今天是要来打猎，打猎，哇，这表示今天路况不好走吗？对，这里有一段比较少人走，而且比较没有在维修，是今年他要做那个步道，但是步道还没有做好，所以可能有一点艰难度。哦，我们还没来走过的话，到底他到底的实际路况是怎么样？这样子哈，我们今天要一个怀旧之旅啊，因为平常都是直接坐车就到松山社区了，对，今天是要。走一条这个，听说是一条老路嘛，哈。对，这是其实这算是说这一条的话，以前是我们的居民跟这边的居民这一个联络感情的道，甚至还有从金山挑的东西从这边走到北投那边去，也算是一个鱼路古道。哦，鱼路古道哈，哎，这很特别哦。所以假设这条路上会有很多故事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啊，就是阿里棒坑头，阿里棒坑头。哦，这么一条溪，阿里棒溪很有名的、啊。对对对，哦、阿里棒溪在旁边这边、嗯，这里算是阿里棒的最近。所以，我们今天从阿里棒出发、啊，还有一个昆弟大哥了。对，昆弟大哥，嘿，你好，哇，今麦听讲，迄花拢做水的，做水的，嘿啊，今麦这个时间真水啊，大家来看的时候，看要搁再来，咱开一百工啊，唔只是白日草。哦，白日草。嘿啦、啊，咱台湾是讲合作花啦，日本人讲草，啊，开到一百个，当冻一百工，安尼的花，唔只真水，大家咧看到。阿公带阿嬷、阿带孙啊那些，拢来看呢，先讲个讲华语啊呢。所以这边除了来看水梯田，季节对了，也可以赏花海，也是一个特色。好啊，跟着老朋友走老路，听老故事，出发了。听起来就像是一般台湾聚落间往来的旧路，竟然是另一条鱼路古道。走遍台湾古道的麦哥不禁纳闷，难道是古道专家李瑞宗博士藏私？后来才知道这条鱼路别有典故，发生在这里许多有意思的事 Dr. Lee 只怕都不知道。只是这条路的前半段，松山社区的老朋友好一阵子没走过了，老人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就怕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梦幻湖生态保护区位于阳明山七星山山腰，海拔约870公尺。冬季时，东北季风带来的雨雾弥漫，美如梦幻，因此得名。学者推断，梦幻湖应是边坡崩塌堰塞形成的湖泊。湖区面积约1公顷，冬季水量较高，夏季有时湖水会干涸。梦幻湖是台湾特有水生蕨类台湾水蚤的栖地。此外，七星山古荆草以及拉都西式赤蛙、面天树蛙等稀有动植物也在此栖息，目前为生态保护区，仅供教学研究人员申请进入。有一阵子没人走了，是吧？对，所以他有一些树都倒下来了，所以要给他清理一下了。怎么是给洗手带着？有一些路上古道啊，老路有一阵子没走了，他总算是在前面开路。哦，你继续再来，加油！这老路看起来其实还蛮清楚的，虽然是有一些藤蔓树枝啊长过来，可是他那个步道的路基哦，看得还蛮清楚的。一条路，早期先人啊利用这条路进出的重要道路。那个，这边有山猪来这边挖过，这个就是山猪挖的，他们在觅食的时候挖的一个痕迹，一个窟窿。这个是山猪的杰作，对，它找一些根茎类的，譬如说有山药啦、何首乌那之类的，或是野山芋呢，哈，他们在挖东西在吃，再找。这样子哈，这是山猪的杰作。像这边海拔还
蛮低的哈，这边都有山猪，對對對，野生的山猪吗？对，这边都是，这里面的话，这个是野生山猪玩。哦，这样，因为我们在山上有的时候也是看到山猪会挖洞啊，对对对，或吃人家农作物挖那个竹笋啊，哦，一些农作物它也会吃。而且现在这一个季节的话，快接近地瓜快成熟了，哦，所以有种了地瓜之后，哎，他们就闻那个味道，就会开始往下。地瓜成熟了哈，哎，地瓜快成熟了。地瓜成熟的话，地大哥，哦，他有种啊，那个他有种。哦，格力大哥，你有，你有种那个地瓜？有啊有啊。有啊，啊有熟了没？有啊熟啊，会当学啊。会当学。哎呦，我今天过来学一下地瓜。好啊好啊好啊，那学一下。哦，我这趟是加点空点了油也蛮好啊。哦，安尼哇，太棒了。那学一下山猪挖一下地瓜。对，我山地问一下呢。这样子哈。哎呀，挖一下。好啊，现在我们现在走这条老路啊，一定要问这个李市长啊，李市长，好啊，这条路那有一段时间较少人来行哈，这座吼，或者叫做阿里棚，啊，我那边或者尖沙，嗯，啊，那么这条吼，总起来就是或者，这个古道啊呢吼，古道的时候就是讲土地公庙，因为遐内底有一个土地公。迄个土地公啦，面顶上青啊！你讲顶端有一张迄个榕树哦，榕树，啊，榕树下有一个土地公。哦哦。啊，土地公吼，即摆咱来迄阵吼，有一个副机的这石塔才过吼，啊，拢有看。啊，有看的是当时就是咧拍山地，就是拄啊在讲山地吼。哦，这山地。哦。啊，山地机的是伊咧用咧拉枪，啊咧拍，爱将枪啊甲拍过，爱将枪啊从咧死。嗯，啊，到这几年哦，或者像啊，即马等下咱去都有看到吼，伊迄个所在都阁发起，啊，无高大好，我悬了，看啊，真水啊，迄就是叫土地公庙。哦，哎，还有这土地公、土地公庙，啊，这条路吼，为尖山湖到个阿里棚到道教湖到个金山，古早吼，我是伫大鱼路，鱼路，嘿，鱼路，杀鱼啊，大鱼啊，哎，无鱼鱼啊杀个吼，啊鱼啊，迄个顶水。啊，阮遮个人吼，就是去遐搭，去到遐差不多爱两点钟久的路头。哦。啊，一工透早起吼，过过头才有得迄趟转来，啊，当然伊路转来，当然伊路通啊，古早艰苦，啊，浇饭、炒菜，哦，伊个鱼路是有咸。嗯。啊，古早是安尼，啊，这条就是古早的时阵，啊，阮家记得每年吼，五日节鱼到。嗯。阮咧做事人，较早甲咱讲，年节才小可有休困，剩咧拢无休困。啊，五日节下昼，迄群食的人招因食的人铺一条路，啊，尖山湖招尖山湖的人来铺一条土地公庙路，啊，铺到小头，啊，铺了五月鱼吼，我哩平年五月鱼妈做，这边的人照法都比较好食，啊，到八月因这边鱼妈做，我哩平年来这边我食，我早是这条路。哇，我大概听懂了，刚刚李市长讲的鱼路哦。我都想到金山走擎天岗啊，到士林那个鱼路古道那个鱼路啊，你讲鱼路是撒下水，就是撒下鱼水，鱼啊水的鱼路，朝露的露啊，是鱼路，就是煮那个鱼剩下的汤汁。对 对, 對。你讲较早用迄胶粉哦，胶粉。啊，较早唔无盐吗？还是？啊，伊个撒，伊个鱼啊爱盐来撒。哦。伊用盐，用粗盐落去撒鱼啊，啊，所以讲有咸，啊有咸，佮有迄个臭臊味，安尼我就鱼路啊，就胶粉。哎，所以这条古道也很特别哦，所以也可以称作鱼路古道啊。鱼路古道，鱼路朝露的路。哦，它那是为社区尖沙湖遐，你讲跨过到阿里阿里棚，啊，过过，啊，行金山哦，还到金山。哦，啊，两点钟久的路头。哦，安尼跨两点钟会使行到，哦，足厉害。啊，较早有担啥物件去买无？有啊有啊，担物件的时阵有时啊吼，因家的时阵啊，你讲你的迄个。鱼啊吼，人个食鱼啊，迄边金山啊，你食鱼啊来好，人拢担食鱼啊回家转来。因为外口迄阵啊无车，也无无路，啊拢爱经过这条。啊，甚至讲较早讲担杂碎，担杂碎就是讲较早化妆品啦吼，啊一挂迄物件，去过杀文有诶无遐些当生活诶用品吼，啊咧有人来山区卖，担来山区卖，毋是点嘛卖，毋是像即马讲有杂货啊店。迄打十四，迄叫做打十四，甚至讲卖衫裤，啊，用衫裤打，啊，打来去一条古路安尼，沿街安尼画安尼卖。一条所古早的这个路，甲即满的时阵吼，咱的地图还佫有土地公庙古道，啊，
这一条老路啊，经过李市长一解说，整个就活生生起来了。现在看到是有一点荒烟蔓草啊，感觉就是一条登山步道。可是这是过去在这边的居民哦，生活必须走的一条道路，去金山买鱼露，然后挑农产品出去卖。也有一些挑杂货啊、衣服，也是走这条道路，然后在这边卖。所以，较早这条都算真闹热，真闹热，真闹热。啊，拢讲公公比手只会，哦，因为那会吼，阮就会拢会主动来修理，主动来拨，主动来甲整理。哎，再讲这条路吼，对阮遮尖山湖啦、甲阿里崩的这个生活、生活的吼，这个逃生的吼，足重要。哇，哦，物件啥拢爱为这条运的，拢用这条。福利大哥，嘿，你较早有行这条路无？有啊有啊，有行过啊。啊，较早就讲，那阮家有种一寡地啊，拢要担一撮过来安尼，拢来遮迄个担过下坪遐去，迄个像讲地工厂去卖，一摆担超50斤，那一头担25斤安尼。哦，你较早伫顶块就种地啊？嘿，担一寡安尼啊，啊，遮就担甲有感情啊，啊，阮的亲戚嘛住这边啊，啊，阮是住迄边安尼。哦，你讲阿里旺家后你的亲戚有啊有啊有啊。哦，啊，较早要看亲戚嘛是行这条。同款一模一样，同款行这条。来红车因啊，迄个留一个时间是，娘妈做啊，啥物留一个时间，我来一再红车。哎，唔只伊来讲红车，拢嘛用安尼行这条路安尼。请个客要翻山越岭了，翻越土地公岭。五月红尖山红娘妈做，啊，八月因阿里旺娘妈做，啊，那么阮五月娘妈做，因这边红也多啊，气氛平。请人客，啊，因为桌啊无够，啊，伊，阮那边，伊请人家嘛做，阮那边也桌啊来吃，安尼互相。哦，不过我一定要再问清楚一下，因为我刚如果没有听错的话，理事长说在请客的时候啊，还要自己扛着桌子，然后扛到另外一个村落去请客。你讲，你讲也是也桌啊？四角度，四角度，古代四角度吼，古代四角度有四支脚的。啊，下下有欢关吼，啊扎一支竹啊，也爱安尼压，只刀安尼压压压半山过了，七九工哦，嘿，啊，是人过就会使啊，人过无椅啊，迄边无椅啊，要坐土下，古早人艰苦，无像即摆讲有迄个刀啊椅啊，坐即摆古早拢无，啊，搁一点我上会记得，我13岁，阮阿嬷81岁做生意，伫遮尖沙上门办35块地刀。迄、那个伊条刀啊，举到这个阿姨房，迄边举到九江啦，安尼35块地刀的刀啊，拢用少。以前去请客还要自备，不是碗筷，是自备桌椅，桌椅扛着桌子，然后翻山过去请客。啊，回来嘛是个扛扛扛扛扛，这么厉害，假手搁举在顶来。可以想象一下，过去人来人往，一些小贩挑的杂货来这边叫卖，然后当地的居民挑山产出去卖，然后再挑鱼露回来。这个请客自己带桌椅，很有意思。原来此鱼露非彼鱼露，当时的人为了沾一点鱼香味，得老远挑煮鱼的汤水回聚落吃。请客的时候还得搬桌搬椅翻山越岭，可以想象当年辛劳简朴的生活。但是当时吃拜拜自己带桌椅奔波于途那种喜庆的气氛，显然也比现代吃板豆浓郁许多。才踏上这条路，我们已经能感受老人家要我们走旧路的用心了。双连皮位于宜兰县西北方，距宜兰市约16公里，海拔466公尺，是一座天然堰塞湖。枯水期一分为二，丰水期合而为一，因此得名。皮塘及周边湿地共约17公顷，是台湾许多水生植物及野生动物的原栖地，目前为行政院公告的国家重要湿地。董办事，哎，你说这边有一棵植物蛮特别的，就跟你们的生活有关系啊。对，那这种东西你应该对它很熟悉。没有看过，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植物啊。我拔一颗，你看一下，你就知道。好。哦，这它结实，它小小的哈，小小的，这绿色的。你看里面长的形状是什么？你看一下。哦，里面有那个
种子哈，对，啊，这个你有没有印象？种子，然后一颗一颗的，好像有一些榕树结的果子，那种对对对对，人果榕，一颗一颗这种种子啊。可是这个是我们人可以吃的，哦，这可以吃啊？对，哦，这样子啊？对，不是这样生吃，嗯嗯嗯，而且它还富有那个很多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对，所以你再猜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小，这个还是没看过，这是我们一般的爱玉，爱玉，对，这个是爱玉，对。所以我们怎么那么小？所以我们这边的原生种的爱玉的话，跟一般的爱玉不一样，所以等于一这么小。所以以前我们是这样拔一小颗，然后就回去，然后一直搓搓搓。为了要吃爱玉的话，你可能要拔一大包，所以很不容易拔。这么小的爱玉也可以洗成爱玉来吃啊、哦？对对对对。哎、欸，这真的很特别、啊。所以说比较特别的话是这个、嗯，这是我们原生种的爱玉。你刚刚这样讲，我就有感觉了。如果把它放大的话，就是我们在野外有看到爱玉，像那个酸芽啊，对，那么大一颗，很大一颗哎、欸嗯。哇，那这个要洗出爱玉，是不是这个数量要非常非常多、啊？对，要拔很多才能洗出一碗的爱玉来吃，所以得来不易。那像这个籽子要怎么把它挑出来啊？就一样啊，就是我们要给它这样剥开的时候，然后再去。我慢慢去给它刮刮这个，然后再用那个包那个布去包，然后再去洗。洗的方法跟我们那个大颗的一样。对对对对，去洗的方法都一样。哇，不过这个、啊、这个很辛苦。哇，这个真的是辛苦啊，因为我们看到这果实非常多，可是每一颗这么小，对，所以还把它挖出来，那个分量都很少啊，所以这个分量那么少，要洗出爱玉洞啊，这个非常搞干啊，要费功夫费心思。对，要吃到一点爱玉还不容易。这样子哦。可惜我们没空尝尝它的滋味，不过总干事告诉我们，这种爱玉比传统爱玉吃起来更浓稠，香甜气息则是各有特色。大概也只有在古早年代的孩子才有空摘这种小爱玉，慢慢搓弄制成珍贵的小点心。据说住在石门金山一带的孩子，直到长大外出才知道还有大爱玉的存在，拿回家说不定还可以说是辐射基因突变的库斯拉大爱玉，糊弄一下同乡。对啊，这里就比较好走了啦，比较好走哦。它、啊、也快到了，目的地快到了，上去就到，上去就到。加油加油！快到了，我们快到紫金峰顶了，就那个上面就是最顶点，最顶峰那边。加油加油！快到了，哦，总算土地公顶到了，到了，到了，哦，好。爱玉又名爱玉子、凉粉子、木莲，三科榕属植物，台湾和中国大陆原产。台湾生育地在海拔1000到2000公尺山区，攀援性藤本植物，年龄可达数十年，凭借气生根攀附在大岩壁或大树上，可蔓延数十公尺。果实是隐花果，椭圆形或倒卵圆形，8到12月间成熟，剖开翻转晒干后，在水中搓揉，成为凝胶状的爱玉洞，是台湾原产的消暑圣品。凉快多了，哎，有风有风啊、哦！对对对对，哇！现在总算从这边也总算看得到海景了，哎，看到海哎，真的，对对对，那是金山这边，哇，这视野其实很好哎，对对。啊，那个理事长，你头在东呢，前啊，榕树就是这一棵嘛哈，大榕树这边。理事长说，这棵大榕树是这边的地标树啊。你讲危害的，再看一张树啊。危害的，从路遐过就看张树啊。哦，啊，伊就只推广。较早比较较悬。较悬较悬。啊，因为吼拍山低啊，是树枝有遐折过来。哦。啊，就来死，死几落。啊，即马佫回复。哇，这个树大，除了可以当地标啊，树大就是神了、啊、吼。所以在树的下面有一根土地公啊，那这边视野真的很好，可以看到。这个北海岸这边呢，哈，这海岸都看得到。那今天还有一点雾气哦，如果天气清朗的话，那视野一定更棒了，哈。哇，这个土地公嘞，哈，福德公。土地公吼，这时候会使讲差不多百年啊。哦。以前是在榕树下吼，一个小小啊安尼啊，一个像敢那石头坑安尼，一个岩坑安尼，安住伫内底。啊，是最近吼，今我发现了，阮的前几年啊，这个翻修的，才变这大。我民国59年做海军哦。
我这边去吉隆港，观察钓到看到我的，哦，弯刀狗，是啊，好像弯刀狗也喜欢吃。啊，为着吼要纪念咱这个土地公的护道哦，所以讲这我拄啊就讲过，讲实在吼，阮这人的生活吼真有好感的，所以讲我有要祭拜这个土地公吼，那对这经过他们会拜，哦，来拜这个土地公。经过这就是请土地公波比一下哈，保佑一下。这尊视野真的很好，可以看到台湾最北端的灯塔。富贵角灯塔就在富贵角那个地方，台湾最北点啊、哦，这个地方看得还蛮清楚的哦。正月迄炎热正月时阵，人那些拜干嘛拜什么用贡品的安，那无提起，我甲那拜拜讲，啊，我都无甲你拒绝来吃。先讲吼，阿姨放一边，奉请的心话是正月来佚佗安尼，拢经过一条路程安尼对不对？我们这路程是好处是，干那好佚佗好，迄条是讲吼，咱只行，安尼起来吃安尼真轻松。啊，我正月大部分啊拢有来个。红金甲白石安尼啦。今天我行到土地公岭这边，这边第一个视野很好，然后很凉快，这边就有海风这样吹过来，很舒服。安尼你做地方嘛是，啊嘛是，要不要爱甲拜一下吼？叫我爱爱，大家求个平安呐，好，求个平安大家。一座古老的土地公庙，一株人在外地时不时想要仰望的大树，和一群共同成长、一起合掌持香的老朋友。无疑的，这就是故乡。理事长对故乡的情感似乎比较多是寄托在大树上。他告诉我们，无论从海上、从松山社区，还是从阿里棒望过来，老榕都一样繁茂巨大。接下来我们要到松山社区采收稻米，有机会印证他的说法，同时也将再次感受他们对故乡的情感以及对外地人的热情。